高仓君果然高明，拉雷手的上当出击，包围他们。嗨，老兄，有动静了，管我一块头都不许大。
小姐，快！小姐，小姐，闺女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，醒醒，闺女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，醒醒，小姐，大哥，我在呢。雷大哥，跟程八路去。大哥，哎，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知道。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闺女。八路军打鬼子，现在全中国已经解放了。